请问有人在吗？你好，我机车无电。好的啊，对。你好，我机车没电了。对对对，这有工具可以充电吗？电吗？对对对，要亮那个正负极电瓶。刚刚早上发了动，然后来骑到一半重新发动就没了。这个，对对对，我帮你，对对对对，200多公斤。好。哦，小心哦！好好，我扶着，好好，我来牵。会打。好，我来牵。我帮你推好了。好。好。你帮我扶着就掉了。好，小心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。是没有冲上来的话就。对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好。这个不是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在蓝色公路那边，那是骑到一半，然后，就是我去蓝色公路那边拍影片，结果停下来要重新发动，就是发不动。你有把电门开下吗？没有。你说你是正常的？正常发动，对。从蓝色公路那边慢慢边涂，然后有下坡就用溜的。对的，有点距。还好你们有开。请问这个充一次是可以是撑一天吗？还是？你说充电吗？对对对。我先帮你看看。好。单纯就没问题而已。好好。那我这个。好，发动啊。好。发动啊！可以。好。哦，好。不用急。好。等一下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关掉，好好。原来摩托车本身的充电有正常在做动。哦。对，那现在呢？有两个方法。对。一个就是你有时间的话，对，我就帮你做充电。好。你没有时间的话，我像刚刚这样子帮你搭电，让你发动。对。但是呢，待会就是不要让它熄火。那一旦熄火之后，它就可能就发不动，动不了了。啊，充电大概是多久的时间？充电的话，基本上差不多也要最快也要半个小时左右了。好，那先充好了。好啊，这样多少？我先付钱。充电50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等一下。没关系，你待会再给我就可以了。好。对。这个定的，放一下嘛，是要这边坐。坐休息一下，有水可以喝吗？不好意思。你帽子先拿下，我来。好。回去马上上船了，然后帮你。我跟你说一下哈，建议你待会回去啊哈，直接看你要自己上网买电池，或者去店家订购电池。刚刚。放了一下要发动，它已经有点不好发动。发动，好，电池最好换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志祥车友，好，记得了。谢谢了，拜拜。
现在完全不能停车了。今天遇到这个状况实在是太特别的情况，难忘的体验啊！刚去华山路啊，蓝色公路拍影片，拍那些无离合教学啊，在从家里出发的时候，还很有电啊，一发动就随发随动啊。就从我到蓝色公路要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发不动了。怎么发都发不动啊？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哦。你怎么发都发不动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尝试一方向灯那些。可以把一些基本的电力先关掉，像那个重机是全时点灯了哦。重机全时点灯就没办法把大灯关掉，放弃你把 LED 灯关掉，可以关的话应该还是发得动，应该还是有机会。啊，如果真的怎么发都发不动了。就是优先方向灯关掉，然后如果你要额外接一些电器，有吗？像那个额外接的什么警示灯，还是说档位显示，你都可以先拔掉，增加它的电瓶，就是增加电量啊！哈，再试试看，真的不行。我刚好就问志祥车业老板哦 ，SYN 车业老板，志祥车业哦，老板说你在按电门啊，不要超过一到两分钟，建议就是真的，反正你5到10秒啊，你真的按发不动就真的发不起来了，你就是熄火吧，关掉电门，关掉用牵的牵到车行。哦，我刚从那个大渡华山公路大渡蓝色公路。南路啊，一路牵。因为那时候先遇到一个，我看到一个汽车美容啊，我问老板有没有得充电，他就介绍我去往下那个下坡溜下去，有一间机车行，然后溜下去，第一个路口想说，怎么没看到机车行？我说再靠一圈哦。原来在最下面，对，那边有一间，就是 SYN 志祥车业。回去还po那个地址给你看，哦，老板超赞，真的超赞，服务超赞啊，真的都超赞，很细心的帮我量电压啊，然后充电。充电完，它还再量一次哦，真的很棒。那刚好帮我测电瓶哦，我电瓶从我买中古买大概。我骑大概是3年嘛，然后原车主骑大概2年，然后我今年就要1年1验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换过电瓶我不知道前车主有没有换，所以有没有其他的都你都不要说你什么保养都换了大小保养都做了，结果最重要的电瓶也是跟链条一样重要的。也是传动仪啊，整个电器都要注意啊，要非常注意。帮我刚刚帮我测，我这样骑4-5年了嘛，电瓶70多%啦。如果是全新的电瓶正常，管就算你停一整天2天你一发马上就发了，它真的是电瓶已经老化了。时间到要换了，
斯黛利先跟老板要讲，哦，这个是12号电瓶，12号，一般速克达白牌是10号哈，我是12号，所以这就要去再去川崎啊，等下去川崎问看看，问这个12号电瓶的。刚给我一个报价，12号的这个重机用电瓶哦，一般啊行情价应该是大概2000内啊，1600、1500到2000内，对，大概这个价位。电瓶很重要哦，现在车都是哦电发，没有彩发了啊，你像我这样就尴尬啊。我刚才华山路，哦，这一集精彩了，这一集我回去传，保证精彩了。